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野坤。蛋展派对里面有一个活动是糖果甜心，这边有一个彩蛋任务，这个是要去沉睡树顶取得魔法星星糖。这个星星糖就在这一个糖果树，就是这一个树。还有两个方法，第一个可以先靠跑酷，然后就很轻松的跳到这里。然后就有这颗星星糖可以拿啊！如果跑酷有一点问题了嘞，没事，他这边也会有一艘船。等一下，这个人想抓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想干嘛。第二个方法是搭这艘船。哦，有了，出发了。哦，他就开往树上。然后我们这时候就要选择时间跳车。OK， 就可以来这里了。